我最近看了一些百科全书哎。颜婉珠，你竟然会看书哎？当然喽。那你都看怎样的百科全书啊？就最近生物科在教什么动物的构造啊，所以我就看了一些动物的百科全书。但是全世界动物这么多，你要怎么看得完啊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啦，那本百科全书都是一些近代的生物啊，所以就没有很多。啊，但是你读这么多啊，你到底是有没有读到脑袋里面啊？有啦，因为它还有附章节练习题啊，我都做完嘞。百科全书会附章节练习题耶？对啊，很酷吧？哇塞，那我来考你一些。好啊。你知道鸡有几只脚吗？两只啊。啊，你知道青蛙有几只脚吗？两只，四只。你不知道青蛙有几只脚吗？四只吧。哦，对啊。好，那你知道可达鸭有几只脚吗？两只啊。啊，那你知道皮卡丘有几只脚？两只吧。啊，那你知道章鱼有几只脚？章鱼感觉很多哎，六只吗？你要不要手指头再数一次啊？六啊，是吗？不是六啦，不然是几只啊？那就八爪章鱼啊。哦，所以它有八只脚。对啊，八爪章鱼啊。八爪。北座，那我们欢迎29届黄文燕。29届谢盈盈所带来的北座，讲个笑话。好了吗？因为他们现在感觉还没好，那我现在来表演一个东西好了。你们知道我要表演什么吗？我要表演绑鞋带。等我一下。哦，太帅了吧！好，谢谢。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29届公关黄文燕。我是29届活动谢盈盈。我们今天要唱的是《北座白纸》。
等到我艰苦心伤悲，风吹来就亲像叫着咱的名字。人生路坎坷无人知，想要哭免惊无目屎，坚强行行咱的青春到未来。又是我。